皮肤很好，然后很保湿，然后滋润度也很高，它就是适合干性肌肤的人用。那像椰子油，它就是起泡度比较高，然后清洁力也很高，所以椰子油它就适合油性肌肤的人用。不造成污染，在使用过后也不造成污染，这是对于环境，然后在我们人体的使用上又因为减少了这些化学合成产品的接触，所以让我们又可以得到更健康的皮肤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手工皂好的地方。